兄弟们，你们有想过，如果死亡突围是国产游戏的话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是满屏幕的68，还是各种手冲大礼包，僵尸全和谐？今天大叔就带你们去看看死亡突围国产化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吧。嗨，各位宝子们好呀，最爱你们的山姆大叔又屁颠屁颠的跑来啦。就在前几天，有小伙伴问大叔，为什么不更新死亡突围的视频呢？是不是卡关呢？你们怎么能这样想我呢？真实的情况就是我确实是卡关了。打到第七章一进去就是一个不可能，然后我就真的没有通过。不过就在这时候，我突然好奇，如果这款游戏是国产的，那么卡关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结果还真让我找到了。在开始之前，我先叠几个 buff， 大叔永远不支持盗版，这里展示也仅仅是让大家看个乐子，顺便避避坑。那么走起啊。